根本就搞手袋啊，绶带。绶带这个东西呢，它本身呢，它是用那个绶的，绶带。OK， 但呢个绶同呢个绶呢是同音的，所以我哋即系代表咩？就绶打咗入嚟啦，所以捉绶的意思，就绶带，绶带。然后那个意思就是把那个绶带出来了，所以往往我们在画那个祝寿的时候呢，画给老人家什么福如东海什么，就会用那个鸟，绶带鸟哈。那么加两只头 ，OK， 加两个头，即三四个头啦，咁样样 OK， 就系绶头加绶带，双绶头啦。咁如果绶带加牡丹就系富贵白绶啦，长绶啦。就说如果加桃子绶桃，那就是双绶图。绶带加桃子，然后也有可能是绶带加那个牡丹，哎不不不，那个啊，在牡丹嗰啲啦，就是就富贵的意思，啊咁啊都有嘅 ，OK 绶带。英文我们叫做 Paradise Flycatcher， 什么来的 ？OK， 你哋嘛是啊 ，OK 你哋两个睇下，呢个好似啊叫做Paradise 唔知 Flycatcher 咁样样噶，咁啊总之个长尾噶啦 ，OK long tail 噶啦，咁知啦。Okay。咁畫嘅時候咧，我哋今日簡單啲啊，淨係用可能黃色加藍色就算了。Fly capture 就好百搭嘅，但係前面加 paradise 嗰啲，好似加天堂鳥啊，唔知乜嘢咁樣好似。用山馬或者是那個。普通的拾荒都行，即系宽啦或者山马啦吓，咁啊，你主要系放嘅啫吓，放用力啲啊，揿一揿。重要嘅系佢呢一嚿嘢咧，唔好太长，短啲，整个身子不要太长 ，OK， 短啲，阿啲毛丝毛啊，咁样样。OK， 然后呢都是用这支筆，这么重一点，另外一边也是 OK， 那然后最后呢，绶带最特别的地方，它的条尾很长，绶带最特别就是它的尾都比较长，我做慢一点啊，做慢一点，我做慢啲啊，所以个效果可能唔系咁靓，但系你要知就系咁样啊，咁样过嚟，就咁样。其实佢飞嘅时候咧，佢系两条嘅，飞嘅时候，但系佢垂落嚟嘅时候，佢绑埋一齐咗。嗯，就是说，它飞的时候是两条分开的，应该，但是它一停下来就变成就是说聚集在一起，两条尾一起。Okay。 Two parts, okay. When it is flying， 这两条 ，okay。咁樣樣嘅 ，OK， 咁樣樣，咁我後面可以加少少掃一掃佢，譬如話呢啲位可以掃一掃佢，咁可以加入去啦，就係咁樣樣，呢個唔難嘅 ，OK， 好啦，然後啦，畫佢嗰個頭。绶带最特别的地方，如果是弓的话，它上面还有一个头，这个呢有一个这样的东西，一个罐的 OK， 你可以刻意上去或者停顿都可以的。那这个什么来的呢？就是如果它侧面望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侧面望的时候，它是只鸟，对不对？它这个地方这是眼睛，就是鸟，它这里有一束毛是这样上升上去的，就是类似的鸡冠花的冠，那个冠头冠这样 OK，就咁样样嘅 ，OK， 有一扎嘅，就咁样样。停。收埋佢先。然后呢个位出嚟先，停。咁就呢度咯。咁一咁
就係咁。所以佢唔係話好難啊，咁咪加少珠標咯，好少嘅啫。黃色咧，加少少珠標，呢個條脷咧，再黃色咧。你可以鮮黃啲都得，呢個位 ，OK， 咁啊加少少須咧，就當佢嘴呢個毛啦 ，OK， 好，跟住啦，加少少白色啦。濃少少啊，呢個位。一二三，向下按下去就行，别画下去，是按下去，自然的，这里是浓的，这里是淡的。OK， 那就加多点。OK， 再讲。最后话嗰只脚啦，你可以用蓝色或者珠标加黑都得。珠標加黑都得，我放大佢呢個啊 ，OK 嗱，停頓，撳一撳，停 ，OK， 嚟一次啊，喺個中心點，成個 body 嘅中心點開始落，停，停一停，停，一二三。最後這樣看簡單利落，今天試一試在條尾藍滑一點頭那裡，其他都 OK， 你這樣跟普通做勢沒分別，是吧，就是這樣，試一試，好，下个星期你也不要来。